精选食材，下锅烹煮，婆婆妈妈推素有他们的一套方法。在疫情减缓的时候，启动这个素食的饭盒，让大家都很开心，能够尝到不一样的这个素食的风味。那在价钱方面呢，我们也没有提高啊，也是6块钱一盒，扶持慈善。我都是接到订单的时候，我就 check GPS 啊，然后他们的订单是在哪一个地方，然后我就会规划他们的路线，确保我们的东西，我们的餐食更快的送到大德的手上，让他们还可以享用到热腾腾的饭盒。我之前是无肉不欢的一个人呐、我觉得吃了这几天素的话，精神也很好，然后我身体也很健康。吃的那个汉堡包蛮特别的，那个材料就是从来没有吃过了，由那些菇类啊菜类所组成的那个馅料，所以蛮好吃的。买多一点蔬菜之类的那些材料来当做烹饪食材咯，也会尝试改变饮食习惯咯。变化多样又有异国风味的蔬食餐盒，社区民众都很捧场，而他们也把这样的健康饮食观念推广到照顾户家里。我们重点是在教育感恩户，如何煮素食，知道素食是原来可以这么好吃，也可以达到营养均衡。我们阿嘎们也是有危机，如果煮素啊，没有放肉，菜啦、菜菜有人，我都可白干地里了。以前我是不可以接受啊，现在可以啊，现在慢慢改善啊，很好吃啊，很美味啊，原来素食这么好吃的。素饭盒的义卖不仅让志工的好手艺得到认可，也推广了健康饮食，一举两得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